姑奶奶等急了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尝尝这手抓饼吧。可是我今天想吃手抓羊呢。这声音好耳熟。小羊们跑不掉了。你们俩快来呀！脚要合拢，合拢，不许打呼。
是不会让你进球的。快来看喜羊羊守门，最厉害了！大力射门！这个姿势不够帅气，左脚再抬起一点点，右手伸长两公分，左手收回一公分，头向右上方45度仰望，开始。再拉一球，这样接球太难看了，身体重心向后，再向后，开始。停！我们还是回去绣花吧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万一又碰到灰太狼怎么办？我不要去送饼，不要。太胆小了，你不去谁去啊？你不胆子小那你去啊。我可不喜欢当主角，这个饼还是你去送吧。姑奶奶呀！这次是真的姑奶奶。姑奶奶，来尝一尝手抓饼吧。亲爱的小羊，又上当了。灰太狼啊！又来！你刚才上厕所没洗手，这次逃不掉了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哎呀呀，意思，我向来都是主角嘛。草原协作跑步比赛现在开始，预备，跑！哎呀，康康。怎么了？这样跑起来不帅。还是换个发型好了。好了吧，跑喽。跑吧。又怎么了？这个还是不够帅，再换一个。
次协作比赛的最后一名是喜羊羊。都怪你，是你自己跑得慢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哼，你这，哼。各睡各的，别过界。不过就不过。拜托，你们可不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呀？接下来的协作比赛仍然是两个人一组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分组。我反对。我不要跟他一组。我也不要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抽签吧。我反对，我不要跟他一组。那我们这次来翻牌分组吧。我反对，不许胡闹。那就这么定了吧。什么时候才能够冲线呢？为了喜羊羊和康康不再吵架，我们还是等等吧。可是他们……都怪你，这样我跑不快的。是你自己跑得慢，怎么能怪我呢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，怪你，怪你！别再跟着我了，康康。我才不想跟着你呢。太好了，他们冲线了。第一名得主是喜羊羊和康康。我不快，这奖杯是对我的肯定。只有我这么帅的发型才能够配上这个奖杯呀。你放手，放手啊，你放手。喜羊羊，这是康康托我们交给你的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康康，这是喜羊羊送给你的。快打开看看吧。哇，好漂亮的发型，戴上一定好看。一定是好朋友才能够送这么适合你的发型哦。这一次他们总该和好了吧。他们来了。你这算是什么意思呀？我还要问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是在嘲笑我跑得慢吗？你还不是嘲笑我的发型难看，你还说我。喜羊羊。
刚刚，我再也不要跟你做朋友了。哇！好了，我们再去找姑奶奶送吃的吧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没浇花呢。我还要去打扫教室卫生啊。我要去做明年的暑假作业。我要去扶老奶奶过马路。拜托你们了，喜羊羊。这样行吗？相信我，没问题的。这招就叫做患难见真情。别和我同路，我才不想和你一起走呢。喜羊羊，我来啦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后面还有很多机关呢。踩住！踩住！踩住！别跑！快放我下来！没关系，后面还有终极必中陷阱。怎么没完没了啊？没完没了，都抓了你上千级了。停！怎么了？灰太狼先生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脚下有个圈圈呢？糟了，中圈套了！喜羊羊，你也别得意，看看你的脚下。我就说是终极必中陷阱嘛。就是眼中的灰太狼。我们要快点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才行啊。等我老婆回来就有羊吃了。你又不能吃，出去。能跑掉一个这也是好的。谁呀？又是你，你又回来干什么呀？我想戒点盐。
给你。能借点醋吗？给你。有完没完了啊？这次又要借什么呀？啊？借羊。借羊？我看你是想救羊吧。不不不，其实我跟他有点私人恩怨，我求你了，在你吃他之前让我打他一顿吧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那就进来吧。我和他也有私人恩怨，让我进去。好好好，请进请进。我也有私人恩怨。还有羊有私人恩怨吗？我今天真是大喜日子。不是私人恩怨吗？是之前的事很对不起，其实你的发型很漂亮，其实你也跑得很快。今天上厕所还是没洗手啊。对了，快带上，这是村长送给你们俩的礼物。不要打脸呀！哎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姑奶奶，快尝尝这道浓情手抓饼啊。酸甜苦辣咸，确实很浓。下次还是淡点好。快乐天天见。好吃的东西棒棒棒，好听的歌声唱唱唱，好美的风光看看看，当大厨师懒洋洋。软软的米饭，热热的汤，蔬菜的健康，谁